服照的，还可以带着何琳一起装照片。哎，中国蛮啥啥经济能过更他们生黑的。哦，哈利你呢？아할인이야어할인이야오늘우리가족사진멋지게한번촬영해보자하린이만지면안돼만지지말고눈으로보는거야어여기도몰래왜두개있지어나중에우리동생태어나면여기서찍을까아좋아孕妇照啊它是免费的但是妆还化的挺好我还以为就是给大概随便画一下呢，因为我们定了孩子后面的这些百天的照片、50天的照片呀这些的，所以孕妇照它就是送的，免费拍的。我是女人呀，宝宝。不是女人也能化妆，啊。画的白白的也漂亮。我那个小狗，所以这个不笑。妈，这个叫什么？哦，叫什么船？那船它不开的。奶奶。哎呦，拍完了，我的天哪！把我俩累死了，我本来欧的金家印地了哟。大家要是拍这个孕妇照真的，千万不管，月份太大，我这是等于30几周来着，34周，妈呀，累死了。这个给孩子是出生的时候一组照片，还有50天的时候一组，200天的时候一组照片，还有他，过周岁的时候再拍一组照片。还有我们一个全家福，这样加起来一起是89万，那就是5000块钱吧。孕妇照是送的，我的天哪，照得太仔细了。何琳，你刚才拍照片的时候为什么不笑呢？啊？我不笑。哎，害羞了。哎，你还知道害羞？小朋友还知道害羞。刚才拍照的时候可严肃了，感觉好像是拍证件照呢。哇，把我的人可马萨萨金查令还是得啊，我爸和婆婆我的萨金几个只能啥的哦，啊半轮币可得了呢，那妈子那我爸婆婆可我的九轮萨金几个得了性格哪样。其实啊，시가진짜빨랐네오빠는무슨소감있어아그래그래서오는데그때는하린이처음에그때도물론있었다뱃속에있었어요어아이렇게많이컸어요최근겨울의景色와结婚前一天我未婚未爷他都在这儿来了就这一件现在一晃5年过去了。晚一点生第二个娃害怕不？害怕吗？没有害怕。生第一个娃不知道啥，生第二个娃害怕。不要害怕。紧张，那是后看。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不知者无畏，当时，医生问我说是大无痛吧。然后我说啥是无痛，我说马上打，现在就打，然后直接给打了4支，确实不疼。但这次医生说是可能二胎的话出生比较快一些，就怕还没到打无痛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产程的后期了，人家就不上无痛了，所以说是让我们在预产期的前2周，然后随便选一个日子，然后去了以后打一些催产针，那就是按照那个我们选的日子让孩子顺利的出生。哎，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以为那些催产呀啥的就是已经过了预产期很久然后人家才给打呢。11月13号以后选择任何一个时间去医院
就是不管有没有破水或者有没有见红人，这些就是一个正常的身体状况，你就去，然后就开始打那个催产的。所以说是不是还得选择一个什么黄道吉日？最近我把这个研究了一下，哎，好像也没有说是啥日子特别好啊，所以现在就是要么顺其自然，等到自然的那个破水，然后咱们去医院，但有可能生的比较快的话，就给你打不上无痛了，或者说是，要是刚好生的时候，我的那个医生他去休假了。就得换成别的医生。医生是特别强烈的建议，就是因为我运动比较多一些，可能会提前，所以说是不用冒险，反正会提前，你就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日子，你去就可以了。